山頂洞啊，山頂洞亦都係專係以前嚟講啦，係華人咧係上唔到嚟嘅，只有英國人，因為當時嚟講咧有山頂保護條例，只有外國人先可以喺山頂上面住，華人咧絕對係唔可以上嚟呢度嘅。咁後來嚟講啦，我哋比較有錢嘅位華人嘅先生啦，何東先生啦，亦都上面啊打官司打到輸埋院，然之後咧就打贏咗，跟住咧啊亦都上面啊喺嗰段時間開始咧，我哋華人咧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喺山上邊咧呢度居住嘅。咁所以山頂呢個歷史就係咁樣，所以尤其是咧我哋而家咧上到最高嘅位置嗰度咧，亦都會睇睇我哋全亞洲第一個嘅做珊瑚嘅塔上館。咁英國嗰邊第一個嘅，咁而之後嚟講啦，你哋可以細緻啲睇下嗰啲無論眼珠啊、面啊等等各方面咧，都係醫翻嗰個人咧，然之後度曬眼珠嘅顏色、頭髮嘅髮絲，咁喺中間落樓梯個位置嗰度咧，亦都有啲圖咁啊介紹翻嗱，包括上面嚟講啊，甄子丹又有啦，我都講喺門口嘅位置啦，有成龍啦，所以咧嗰塊翠前面咧，我哋就到山頂廣場嘅停車場噶啦，麻煩咁多位準備下啊，相機要攞畫。因為入到去咧，我影翻啲靚相，咁然之後咧，我會約個時間啦，睇翻。